因为三叉神经是一个实质性的神经，它是没法通过就神经这种介入的技术达到的。我理解可能是不是指，因为三叉神经往往出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三叉神经痛，啊，这种疼起来以后是非常痛苦的。对于三叉神经痛的治疗呢，手段有很多，一个，那么往往因为三叉神经痛往往都是有原因的，现在认为呢，大部分都是因为血管受压引起来的。一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微创手术。把这个压迫三叉神经的血管呢，把它剥离开，那么这个三叉神经痛就解决了。那还有一些手段，就相当于刚才就通过就是我们通过一些这个神经定位技术啊，进行穿刺三叉神经这些神经干，然后呢